该就是活在当下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阿姨还是弟兄还是姐妹有一些睡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睡眠问题有没有？嗯，好几位啊。OK，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有疼痛、腰骨痛、膝盖痛，有没有疼痛问题？有没有？哦，很多很多。我们有没有担忧的问题？我在担忧。哦哟 ，OK， 我都不用问了。OK， 好。然后我们这里有没有中间有没有焦虑的问题？有没有？哇，每个都有。OK， 要相信神。OK， 然后我们当中有没有生活压力？肯定有啊。你还没有抓住你就有了。OK， 很好。有这些问题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希望今天的讲座帮助到。今天我想介绍一个心理自我调节的方式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不管你什么年龄，不管你是80来岁，还是60来岁，不管你是50来岁都好，这个呢应该会帮助到。我们可以下一个 slide。谢谢。这个呢，我叫做两步心向引导法。好，听清楚哦，这是两步心向引导法。你只需要记得这两个东西。我们请看哦。第一个就是我会让大家注意一个东西，我需要你有单一的注意力，单一的注意力。请你跟我一起讲这几个字：单一的注意力，来。单一的注意力。对了，单一的注意力。第二，我们需要的是。观察者的态度，请你跟我一起讲。观察者的态度。对的，这两个什么意思呢？单一的注意力就是只要你集中精神，一个东西就可以了。待会我会教你们，我教我们怎样做一个事情，集中在一个事情啊，一个东西。第二个，什么是观察者的态度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是一个平常心来对待。对，这个是很客观的，很平常的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简单来说是这样。OK。嗯，很好。哇，突然间静了起来，大家都听到我讲话了。所以这两个步骤，单一的注意力，还有平常心或者是有观察者的态度，这个会帮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帮助。我这里只有时间发一个简单的这个调查，这个就是。哈佛大学的一个科研调查，可以看得到，在4个调查者中的3个呢，他们能够自我学习，然后自我使用这个所谓的心向法，两步心向法呢，可以产生对睡眠的很大的帮助。这个只不过是睡眠，来到忧郁症，来到焦虑症，来到身体的其他的疼痛，包括长期病症，我讲的是那三高，对的，就那三高，在那三高的那不同的指数，像血糖指数，可以像身体的那个温度。OK， 像你的那个血压的稳定，各种都产生了效果，所以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大家。好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大家一个跟我配合一样东西，就是请你坐好，两只脚放在下面，对，不要翘脚。你跟我一起做，我做个示范。我们跟着我一起做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请门关，不要再让人进来了，先要先示范结束，谢谢。这个门也是，谢谢。对，好，能够听到我讲话的人请举手，谢谢。OK， 这里没有什么人举手，能听到的人再次举手，谢谢。OK， 哦，很好，举得有点大。OK， 我再等那个门关一下。OK， 好的。OK， 现在我需要大家有这个单一的注意哦。所以请你们看我，单一的注意就是看我，对，请看我。对，我在看时间，因为我只有15分钟，现在有用了一半。看我 ，OK， 很好。对了，大家请看我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对我微笑，不用微笑也不要紧，看我就可以了。谢谢。OK， 好，两个脚踏实地 ，OK， 我们大家都脚踏实地。很好。好，现在你找一个很舒适的坐姿，如果你要向后靠一点，还是你左边有点痒啊，还是怎样，你去抓一下，然后之后就不要抓了，你是坐定下来，对，找一个舒适舒服的坐姿。 OK， 好。 OK， 大家都挺放松了。好，这里可以吗？这里 OK， 对。如果你身上有包包，我看到一些阿姨你拿着包包，如果你可以放下来的话会更好，放在你的
地下还是放在左边，如果有空座的话，因为我怕待会你的包包会滚动啊，或者东西掉出来，然后你就突然间吓到，然后又没有当面的注意。对，请你把任何，如果你身上有那种手机啊，会震动啊，会响啊，尤其是会响的，请把它关掉或者放在一边，连震动也不要。对对，因为震动也是一个不是很单一的注意，先连震动也不要。对，我还在等那个门关，因为那个门还一直在每秒五十秒再开一次，让我也很不能够单一的注意。好，我再等一下。我们等其他人去吗？爸爸 OK， 谢谢国耀的举手。OK， 好，我们不会再有人在这几分钟内进来。好，我现在呢想引导大家做一个哈佛大学呢做过科研研究，达到了很多很好的效果，在各种年龄层都有效果这个事情，希望大家呢觉得会有帮助啊。你再开始。好，我们先做几个深呼吸，正常呼吸就好。我一起做，呼吸，呼，吸气，再呼出来，再吸，再呼出来，最后一口深吸气，好的享受。如果你可以的话呢，和我一起也闭上眼睛吧，就是双眼睛，稍微的闭上，来注意你的深呼吸。继续的吸气，呼气，再吸气，再呼气，再吸气，再呼气，做多一点，再吸气，呼气，把所有的忧伤，所有的顾虑都。对，我想让我们一起察觉我们头上的感觉，身体不需要动，就想象头上的感觉。对，就思想一下你的额头的感觉现在是怎样，眼睛还是照样的闭上，让你的集中力，你的单一的集中，单一的注意就集中在你的额头那。在额头的后边，那感觉很好。想象一下，观察一下，然后我们从额头开始扫描，向下，检查一下你眉毛的感觉，左边、右眼的眉毛，向下，左眼后边、右眼后边、后右眼里面是如何的。再向下扫描，鼻子、脸颊、嘴巴、嘴唇、两个耳朵，感觉一下你整个两个。在这时候，如果你有一点的不舒服，你可以移动你的坐姿，还是移动一下你的头的姿势，让你感觉更加的舒服，更加的。放松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我们再向下扫描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景象，感觉一下，想象一下景象里面的感觉如何。再向下扫描，两个肩膀左和右，胸部，左臂和右臂，再向下扫描，腹。肚子这一块感觉可能有一些声音，他吃过了一些东西，对，还是很安稳。再向下扫描，你的臀部、你的大腿、你的膝盖、你的小腿，一直到脚板和脚趾头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想象这个数码，这是一号，就想象这个一号在你眼前浮现了。对，你就正在想象创造了这一个号码，这是一个一号。看
看一下这个一号的外观，它是个罗马数码从头从上至下的吗？还是一个华文字从左至右一号？让这一号越来越仔细，越来越明确的浮现在你眼前，而且是很舒适的在想象它有多长、多厚、多高、多矮、多肥、多瘦，完完全全的把你的想象投入在这一号。可能在这时候，你会听到其他的声响，自己的一些烦恼，还是空调的声音，可以暂时把这一些想法放在右边，还是放在左边，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号上。对了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没有其他地方去，没有其他的感觉，就完完全全的投入在这一号，就在这一号当中。看一下这一号有颜色吗？是个立体还是个平面的一号呢？让我们继续的再把这一号非常明显的看着，它就在你眼前。这一号当我们走到它前面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表面的吗？是滑的还是粗的？其他的感觉放大，没有其他地方去，没有其他东西做，烦恼也暂时放在一边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只需要注重这一号在我们眼前，在这一个时候，我们就活在当下。就在这一号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能够注意，单一的注意。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单一的主，暂时把其他东西放开。对了，让我们再花多几秒的时间来注重这一号，看这一号它是停顿着还是在动。它有一个背景，如果有的话，背景是什么颜色的？这一号本身又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很好，当你把这一号放在你眼前，注意着它，单一的注意着它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和我一起，这次从脚趾头测量你自己的感官，你的身体，感觉一下你脚趾头的感觉是如何，慢慢的向上感觉，向上小鸟，带着这心平气和的态度，感觉一下你的小腿、膝盖、大腿，扫描向上到臀部、腹部、肚子，一直在向上。当你向上的时候，感觉到你的精神和力气回来了，到你的肺部、胸部、左右臂，一直在向上到。你的肩膀、脖子、下巴、嘴巴、脸颊、鼻子、眼睛，一直不断来到最顶端的头上，到头顶，甚至到头发最尖的那一端，感觉一下你身体。对了，这一个放松，这一个集中力，是我们自己能够创造的，就想一想，就以想象来创造，就以自己的内心创造了这一个单一的感觉。在几刻后，我邀请你慢慢的把你的眼睛张开，但还带着这个平安、单一的感觉，这一号的感觉。
欢迎你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大家都回来了。有没有人想要睡觉？对，我也想。是的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些睡觉的声音。我们当中有没有感到很累的？有吗？这个你们做到这个感觉，创造的这个感觉，其实是你为你自己创造的。你会发现到，其实我们只要有这两个元素，就是单一的集中，还有呢，旁观者还是观察者的客观的态度，我们就能够集中进来。然后这个呢，会帮助到睡眠、忧郁、焦虑，刚才各自。今天所谓的活在当下，就是这个。在这一个时刻，这个，希望这能帮助。最后一个 slide，next slide，last slide。所以，谢谢你们的时间，我的时间也到了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，可以联系我，我就是教会的一位弟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，或者你可以联系我，电话号码还有电邮都在这里。希望各位帮助到我们各位 IT 啊，阿斯啊，弟兄姐妹，谢谢大家。